弟弟，你喜欢这一只白色的面包虫哦？嗯。哇，它呈现透明的，因为它身体里面的那个便便的地方都看得到哎。你喜欢这一只哦？那你这一只就给它留着，好不好？那你再选一下，你还要哪些？还是你要买这一只就好了？而且这样放回去，你又找不回来了。好，你就喜欢的先挑上来，挑你喜欢的。我要挑全部都是白色的。啊？我要挑全部都是白色的。白色的、哦？嗯。好。然后再来又是白色的。白色的会不会是不？好吧，算了，你要挑就挑，来挑。可是你要看它有没有活动力哦，不要挑一挑都是快挂的哦。到时候你回去的话，你养没几天就挂了。哦，好，再挑吧。啊？黑色的比较有活动力耶。那也挑黑色的啊。啊，可是白色的也很稀有啊。你说白色比较稀有？嗯。哦。哇，挑好多了。可是你。这个白色在脱皮。那个应该脱皮，对对对啊，所以白色是刚脱皮的啦。这样子我知道了，白色是刚脱皮的。嗯。哇，挑好多。你要买那么多？好、啊，那你挑吧，挑。这一只很有活动力哦。哪一只？这一只。好，哇，你这挑的好漂亮哦，不错哦，很会挑。弟弟。不过应该很贵吧？又要养面包虫啦。